所以我也希望今年的台南艺博会呢，在我们精英这个好的地段开始的这个艺术博览会能打响，还有一个你们艺术家在座都有未来啊！谢谢各位，非常谢谢张理事长跟我们分享啊。然后看到这样的一个蓬勃的一个发展，那台南市美术馆呢也很高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量跟大家在一起，借由这个平台踏上去，我们未来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进入到更大的一个平台，进入到国际市场上，我想这都是我们大家非常急迫的一个想法。好，我也希望这次的活动能顺利圆满。这个又结合了新意奖，也就是我们后面一群年轻的这些艺术家将来可以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里面来共同参与。除了反映现在的感受之外，有时候能够给我们很多未来的灵感。其他地方也有，可是台南的艺博会就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我们全台湾地区大家艺术的爱好者都很希望来到台南艺博会。2023台南艺术博览会，享受艺术气息，台南精英酒店等您来参观。台南艺术博览会，时尚古都，带您一起艺术行旅。藏家必逛的艺术博览会，艺术爱好者聚集朝圣地，台南艺术博览会等您来体验。一年一度的台南艺术博览会，给您艺术洗礼，美感升华。台南艺术博览会，3月17到19号，3月17到19号，台南精英酒店千万不要错过，与您相见。3月17到3月19，台南艺博正式启航。